条路一直直走，走到古运路，古运路以后左转，左转一直直走到莫干山路，再左转，你就能找到公交车站。您能记得吗？哎，对，你有手机什么的吗？那我给您写一下呀。能记住吗？可以记住的啊。行，您如果记不住的话，您就随便找一个路人跟他说一下，好不好？特别小心啊，注意安全啊。